请问林参谋在吗？在里面。好，谢谢啊。不客气。报告。请进。林参谋。哟，朱百鹏，找我有事儿？我呀，遇到了点难题，想麻烦你帮我解决一下。那么客气，坐吧。行。是这样，我最近啊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咱们陆军啊发明了一种战术，就是用假电台来诱敌导弹发射的这么一个迷魂术。这样呢，既可以有及早的发现敌人的导弹阵地方位，又可以有效的去消耗敌人的导弹数量。我想这种战术要是用在咱们空中作战，不是一样有同样好的效果？我觉得你这想法真的挺好的。其实有好多事儿真的是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可是我的专业知识还不足以回答你的问题。哎，你可以找白云商量商量啊，你不是跟他很熟吗？直接去问问他。怎么说呢？这白云吧，我就觉得他总是疯疯癫癫的，不像个干正事儿的样子。你说这次跟陈和平的事儿，是不是搞得就不太好？其实白云的学问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这女孩子啊，她就得稳重点儿，矜持一点儿，还是这样比较好。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个人还挺传统的。是啊，我是挺传统，哎，你也挺传统的呀。你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哎，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气质。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我，挺新鲜的。那是你平时啊没给别人机会说呗。你知道吗？你给我们的感觉总是挺冷的。别介意，我们背后啊都叫你冷美人儿。真的，林参谋，我冒昧的劝你两句。其实呢，你没必要总是把自己啊搞得那么封闭。其实幸福和快乐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完全应该去勇敢的把握它，特别是青春时代。你说我说的对吗？其实我并没有刻意的封闭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我自己挺舒服的，我觉得这样挺好。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这话挺深刻。哎，朱百鹏啊，我给你出个谜语。出谜语，哎，我很在行了，你出吧。春雨连绵七毒素，打一字。这是一句诗啊，我还没碰到过。这位是团里王主任，这两位是公安同志。主任，你好，你好，你好，哎，请坐。好，坐坐。情况这样的，那个罪犯陈和平居然用一个被单和几根钢筋做成了一个大风筝模样的滑翔机，从监狱高楼的平台上助跑，然后翻过高墙。他逃脱以后呢，我们进行了追捕，同时对跟他有关系的所有线索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你部的飞行员吴超同志曾经以表哥的身份去探视过他。嗯，警方认为陈和平能够自制滑翔机，就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吴超。另外，那个陈和平逃脱之后，就像是有人在域外接应，不然的话，他不会跑这么快。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个陈和平过去的一个客户，一家合资企业的老板黄家满，在陈和平逃脱之后也失踪了。而这位黄经理，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内控对象。 鉴于以上情况，根据我们有关规定，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案之前，我们建议部队领导是不是可以先暂时停止吴超同志的工作，接受审查？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吴超与这个案子有什么联系。我嘛，就是想找吴超同志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可以，但是要有我们的人参加。啊，那可以。 这事儿应该你来，我也叫武超。啊，报告，请进。来来来，武超，好，你坐吧。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啊。你好，你好。那个。 你跟陈和平是什么关系啊？中学同学，没有亲属关系吗？没有。那你怎么以表哥的身份去探视他呢？你们监狱不是有规定吗？不是亲属关系不能探监。在我们那儿，七拐八拐的总能沾点亲属关系。陈和平最近跟你有没有联系啊？没有。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 哦，好，那个第二个问题，你认识一个叫黄家满的人吗？谁？黄家满。不认识。一个合资企业的经理。我不认识什么合资企业的经理，更没有什么来往。啊，是这样啊，吴副大队长。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们给地方尽量提供一些线索。主任，这我知道。 我和陈和平的交往仅限于工作上的，别的就不知道了。他们要是问我话，我怎么说呀？当然照直说了，千万别吞吞吐吐的，好像真有什么事似的。嗯，好的，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吧。嗯。事儿，出什么事儿？我听说他有个同学越狱逃跑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吴超去看过他呀，不是那又怎么样吗？听说他是做那个简易滑翔伞逃跑的，滑翔设备是吴超提供的？哦，不是，是他同学自己做的。哎。 团里边什么处理意见？我还不知道，你快点去问吧。这停飞1、2个飞行日还可以理解，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整个被停飞，那副大队长太冤了。我看不至于吧，等抓到那个混蛋，不就什么都搞清楚了？那要是抓不到呢？那他不得背一辈子黑锅呀？ 吴超，我来了。一个人在那干嘛呢？哎，你看我这买了好多好吃的呢。这些天正好可以在家休息休息，我天天都给你做好吃的啊。这还买了好多水果，你平时吃水果吃的太少了，给你补充点维生素。哎。 吴超，这我一路就一直在想，我说你们那个同学也真够可以的。你说就算是要逃跑，他用什么方式跑不行啊？非要用一个飞行员特有的方式跑？你叨叨什么呀？陈和平是我的同学不假，他越狱跟我有关系吗？哎，你的意思是我授意他逃跑的？我，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停飞呀？吴超，当时你要去看他，我有没有拦着你？我不让你去，可是你根本就不听我的呀！你看怎么样？现在受牵连了是不是？谢冰冰，我停飞了，你今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你知道吗？ 心情不好，你想说什么？嗯，吴超，我今天来不是想惹你生气的，我来本来是想告诉你，咱们该结婚了。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咱们该结婚了。我也想和你结婚，我想了很久了。 你知道吗？我在梦里看见我们结婚，看见我们结婚的场景，看见过好多次。我驾着飞机，带着你到天上去看大海的晚霞。 还有一次，我们俩在天上举行婚礼，我们俩在进行跳伞表演，伞上有一个大横幅，写着“海天作证，相爱永远”。可是你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 我本来想我们俩可以坐着飞机到各地去旅游。结婚是件喜庆的事，需要好心情，可我现在没有。我本来以为我这么做就能给你带来好心情。 你不是帮我分析过吗？我的生活，一是飞行，二是爱情。等我重返蓝天，我们再结婚好吗？那要是你不能重返蓝天呢？你就永远都不结婚了吗？ 你不相信我了？我信你。可是，如果案犯不能缉拿归案，你就永远都不能重返蓝天。无常，咱们先结婚，结婚之后，我陪你一起耐心的等，等到事情调查清楚，等到你重返蓝天的那一天，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嗯。 等我飞上蓝天，我们再结婚，好吗？怎么样？吴超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他了。 就算我求你进来，我，哦，我是说，你能不能请你妈妈出面帮她说几句？你怎么知道我妈妈说话管用？哎呀，这么说吧，就算我了解你的情况，那是对你的关心，行了吧？哎呀，明梅，其实照我说啊，你没必要故意把你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 据可靠的情报，你父亲原来就是咱们建行的政委，罗师长、罗副司令，那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前几年你父亲去世了，留下你年轻的妈妈，首长们为了照顾你母亲，才把你调回到我们团。最近很多领导也都在为罗师长和你母亲的婚事在尽力的撮合，希望他们早结良缘。你怎么知道的？ 情报等级，绝密。你还知道什么？别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但是我想，只要你母亲肯出面，这件事情肯定没问题。没那么简单。哎呀，咱们可以试试嘛，只要对吴超有帮助就行。你让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好，我去试试。不过这个情报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别人这么看我。你放心，此情报永远绝密。好，林参谋，谢谢啊。 哎，你好，566，您找哪位？啊，请您稍等。夏舰长，电话。夏舰长，电话。夏舰长，电话。哎，来吧。喂，哪位？大洋。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哎呀，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哎，你没找团长和政委商量商量？大洋，我已经找团长和政委他们谈过了，他们说这事儿他们无能为力。那是不是上面的问题啊？他们明明说，这样吧，我晚上到何副司令那去一趟。 报告的时候，进来。报告处长，小夏、啊，我记得你还是第一次上我家来吧？啊，对。来来来，坐坐坐。哎，你也在这儿啊？你坐吧。那来来来，坐坐坐。社长，嗯，明天我就要回鉴定学院了，在走之前过来看一看老社长。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吧？ 我感谢老首长推荐我到鉴定学院学习，我在那儿感觉还不错。那就好，你来不会光说这个事儿吧？老首长，我是想跟你谈一谈吴超的事情。虽然现在不是飞行团的人了，可能会有些多管闲事，可是我觉得不要铺垫那么多，直接说主题。是，首长，吴超同志你是了解的，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有的时候办事欠妥当。 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也不至于帮助一个囚犯逃跑这种事儿啊，你说是吧？我明白了，你是为吴超来说情的，啊？你还挺够朋友的啊！不，首长，我是坚持原则的。这是吴超的请战书，请首长主持公道。 那你说，怎么才是公道啊？我说吴超是被冤枉的。在组织没有做出决定之前，谁也没有这个权利下这个结论。可问题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调查清楚的。那万一抓不到人呢？小强啊。 你也是个飞行员，你应该考虑到组织的有些安排啊。我正是理解领导的考虑，首长，我们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不能因为一件没有调查清楚的事情，就把一个飞行员的政治生命给毁了。吴超同志是很单纯的同志，按过去的说法，是有一些单纯军事观点。 可他更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啊，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全团任何一个飞行员比。正是这样，这些人在支撑着我们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大厦。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更清楚。我知道，吴超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些欠妥当，可也不能因为他仅仅去看了一个囚犯，就把一个优秀飞行员打入另册。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再纠正你一下，没有把他打入另册，只是还需要调查调查。调查来调查去，我怕委屈了一个好人。小强，我告诉你，暂时停止吴超同志的飞行，这是舰队党委做出的决定。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没什么不合适。 我明白，舰队党委集体做出的决定，即便是错了，也不需要哪一个人出来负责任。向大洋，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也是个军人，应该懂得纪律。是的，首长，我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来给首长添麻烦。向大洋，你太过分了。我原以为。 首长会主持公道，体谅部下，可是没想到，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首长。向大洋，你不是诚心害我吗？你知道我坐在那儿多难受啊！月梅。 对不起，我只想到，一个战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他的战友帮助、理解和支持。对你痛快了，可是你想过一个领导他要承担的责任吗？你觉得他们能不为失去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而痛心吗？你考虑问题可以这么简单单纯，你只觉得你的战友需要理解和支持。对，可是领导考虑问题他能这么简单吗？他考虑的是整个部队，你知道吗？我再说一遍，玲梅，我对不起你。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忽略了你和领导谈话的机会。你，对不起。你站住！我来，也是为了吴超的事儿。玲梅。 对不起，哎，我我送你回去吧。林梅。 又来找我们县舰长啊？是的，舰长在舰长室请。哎，好。进来。哎。嗯。哎呦，稀客啊。 哎呀，我可没什么好消息告诉你啊！你小胆儿太大了，是不是也太讲义气了？你怎么比我还愣啊？怎么了？哼，你犯不着为我去惹何副司令生气。无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相信何副司令不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 我就不该找你出这个主意。哼，你可别说你过意不去啊！想要请我吃饭，找个别的理由。本来吧，还想喝你的喜酒，现在看来不成了。早晚请你喝不就得了？哎，在宽阔的机场待惯了，你这太憋屈，哎，走出去。 啊，冯友，把东西收拾一下。好。哎，嗯，你们马上就要考空中对抗演习了。嗯，这回好好拿一个好成绩回来。到时候我回家，在我爸那偷一瓶茅台，为你庆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让我飞呢。 别泄气呀、啊，我对你可是有信心的。哎，你这实习什么时候结束？就这2天吧。你没看我收拾东西吗？说实在的，你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想你。别给他便宜卖乖了。我要是还在飞行团，还继续飞行的话。 我就是你的对手，对，好对手，走吧。请进。王一同志来查房。是啊，我来查查你都在干什么，写什么呢？给我写情书呢？你是想让我回答 yes？ 嗯。很遗憾 ，no。哎。嗯。给我看看你都在写什么？哎，军事机密。哦，我就要看军事机密，让我看看。看吧。 关于使用 TJ-1 导弹拦击敌来袭巡航导弹的设想，哎呀，吴超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你什么时候能把对军事飞行的爱分给我一半儿？我真的就知足了。可以。真的。真的，不过得等我彻底放弃飞行的时候。等你彻底放弃飞行，那时候咱们都老了。 那得等多少年呀？到那个时候，我想，可能所有的爱情啊、激情啊，全都变了味道了。不，那不是我想要的爱。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也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 不过说真的，我很多时候打心眼里还是很敬佩你的。真的，都被停飞了，还在搞这个设想那个设想的，可能也只有你能这样了。这就是我放弃考学的真正目的。 进来，进来，干嘛呢？你不想找我谈谈？我可等你半天了。算了，不谈了，赵武石啊。真不谈了，你可别后悔啊！真不谈了，不后悔。你个没良心的，你让首长就这么等着你啊，在这儿啊，鼓捣啥呢，在这儿？ 反制 A 级的3种战法，嗯，哼哼，好，啊，还有什么？还有不成熟，拿来拿来拿来看看，嗯、关于使用 TJ-1导弹拦击迪莱西巡航导弹的设想。 嗯，有点意思啊！在未来战争中，对我威胁最大的敌巡航导弹，主要是其海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嗯，我看更重要的是要打掉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还琢磨琢磨吧。啊。 我听说姜大洋为你的事儿去找何副司令了，看来他真是为你两肋插刀啊！啊，何副司令怎么说呀？哎，一个好的飞行员呐，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处惊不乱。 那个想法我看过了，他让我跟你探讨。不过我奇怪的是，你为什么先给他看，而不给我呢？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陈和平的案子还没结，你不方便吧？ 我说啊，你是不是跟人家灵梅套近乎啊？我套什么近乎？我朱柏彤从来是敢做敢当。哼，其实你看上的不是灵梅这个人，而是她的背景。 加了，加了，加了！你什么意思？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好不好？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 胳膊负了点伤，医生说休息2天就好了。幸亏翻到草地上，也幸亏了祝柏同及时发现。祝柏同，真是太谢谢你了。不客气。哦，团长、主任，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陪老师长。好吧，没什么大问题。哎，再见。好，这次可真要谢谢你啊！不客气。哎，你去机场干什么了？啊，我去散步。我特别喜欢机场那很通畅的感觉。对了，你给我破的谜语我还没猜出来呢。当时我正在琢磨这谜语呢。你猜不出来？那你就告诉我吧。以后再说吧。啊。 哎，妹妹，你今天脸色特别好看。真的？真的。谢谢。面若桃花，是红艳，不再是冷艳了。朱柏同，你能坦率地告诉我们，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冷？哦，这我可说不好。可能大家闺秀都是这样吧。那你喜欢大家闺秀吗？ 喜欢啊，就像你，父亲是军人，母亲是知识分子，家庭教养一定很好。家庭啊，对一个人的影响那是很大的。谢谢。哦，对了，你爸爸比你妈妈大多少？10几岁吧。大这么多？哎呀。 你妈妈现在一个人是挺孤单的，她跟罗师长的事儿是应该考虑考虑啊。顺其自然吧。当然，他们俩真能在一起，当然好了。啊，林梅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但是不敢问。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有问必答，说吧。 你潜艇部队的那个男朋友，现在怎么样？他运气不错，去俄罗斯海基学院留学去了。那你们两个？我把爱情当生活，他把事业当爱情，所以你们走不在一起。对。分手了。 我这个人特别现实，我找男人就必须要在一起。你像我爸爸妈妈，一辈子聚少离多，老了，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我爸爸又去世了，现在又剩下我妈一个人。这就是军人家属的奉献精神。 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过得那么苦。因为我保证，你要是跟我朱百同在一起，我一定不会让你过得像你妈妈那样苦。谢谢你。啊，你妈妈跟罗师长他们现在怎么样？两个人正在接触。 我还真想去看看你妈妈。好啊，我妈妈很喜欢年轻人到我们家。我一定要去看看她。